戴好我枪吧，不用再赶海了。今天风特别特别大啊，这个大潮啊，已经彻底把堵住了。但是咱来都来，还得继续看。来看，哎呀，久违的下蛋的小球球啊，这都是沙马蟹干的啊！你别看这小洞里边都有小蟹子，沙马蟹油炸特别好吃啊！想当年，我妈挖了这一筐，那家伙吃了一盘，非常非常香啊！但是看了这个小球，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啊，你们得注意了。哇，看到没？这个还在爬行啊！来，所以这就什么？这个质问我啊，这是什么都敢吃呀啊，别撕我呀，别撕我呀，宝贝儿，别撕我呀，哎呀真棒呀，再过一段时间这就不好抓喽。啊，这个大鼓包还在推着沙子动呢啊，就是比较慢，看到没有，还在行走，别跑了，老弟！哎呦，这个真好，看，嘿，小货，看，哎呦我天哪，这是一脚啊，这是一大铁脚啊，把这个毛孩都给踩瘪了，都没发现他，你说是？啊，我来看着了，收下，嘿，走，哇塞，看这个轨道。像不像火车？哇塞，真大这个！哈哈哈哈，上货！这个还有一个，哦哟，发财蟹！这老弟你在干啥？啊，这发财真大！嘿嘿，上货！哇！啊！哎，赶紧给他洗洗！快！上货！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个壳，啊，露俩小眼睛，你这做鬼都不放过我呀，兄弟啊！鬼头蟹，哎呦碎了，哦，好，嘿嘿嘿，哎呦我的个妈了，这个啥也没有啊，这是个假鼓包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还知道弄个假鼓包过来欺骗我，啊，良心何在你啊？这小鼓包。这怎么这么多陷阱呢？玩玩了，老弟。哎呦，哎，这是个小壳，看到吗？漂不漂亮？啊，这个好吃啊！这个跟智纹螺不一样，这个叫海螺丝，这个贼好吃啊！看到没有？扇贝壳，猫，这是扇贝哟！哇塞，好漂亮！这还有一个。看，又是一只！哇塞，这个是活的，我给你挠你嘎鸡窝，死了吗？这个，哎，这个不好了！哇塞，里边有智纹螺了都，看到没有？待在这儿，这家伙太狠了，算了，给你们吃吧，啊，老弟，好好吃啊，给你们吃的饱饱的。我天嘞，这个巴掌也废了。废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智纹螺真是太狠了！我天哪，这爬到身上吃的，你死了没？哦，这还活着呢，还有反应呢，这还有反应啊！哇塞，太悲惨了！啊，那还能吸一点，还有点活力，我赶紧给他救走吧。要不然就给智纹螺喂智纹螺，你看这智纹螺像部队一样，你看这还是着急找呢，看吧，还爬呢，小触角，哇塞，抓智纹螺可以用八爪鱼，这是，哈哈哈，可以，这个不敢吃啊，这个东西千万别吃啊，这个有毒啊，因为它什么鱼都吃，它要吃到河豚鱼的话就会自带剧毒，所以说这玩意危险，又是一只小毛孩。上货，这什么沙蚕，哎呦这真多，这东西，这个他们说可好吃了，我听那个浙江的那个朋友说
这碗可好吃了。来，来又一个。哇塞，这小毛孩上货。这个如果说在下猜的不错的话，应该是海葵一枚。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跑了，四水了，还跑挺快啊！哎呦，还粗，还粗，还粗！哟，看到没？这个节奏，这海鸟，你看它这个嘴多长、哦！哇天哪，啄了深深的啄了一个洞出来，哇，好深、啊、这个！这里面应该是沙蚕，给它吃了，吃沙蚕了，太狠了！看后边接。小海鸟，哇塞，真多！这边黑压压一片啊！我刚从这边走过来，他们就来了。啊，现在在逃了，我要去把他们赶走。哎呦我天哪，勾引啊，长潮了，回家了。